我想向瑞华董事会申请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瑞华塑金组总经理穆子云女士与瑞华总设计师高杰小姐危害公司利益。我向董事会申请免除二人职务，解除劳务关系。 这么重要的场合，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到底有没有胡说，穆总？穆子云，你心里最清楚。高杰，高杰，你看见了吗？这个，这就是余家的男人，你还敢嫁？ 为什么你要再订婚礼上这样羞辱我？是你先羞辱我跟瑞华的。背叛瑞华的人是你，辜负奶奶信任的人也是你，背叛你我之间感情的人也是你。你居然都是这么想我的，为什么你不能提前问问我，听听我解释？我提前问你，让你准备更完美的骗局来骗我。 真的越来越不懂你了，我看不起你啊！你的设计跟你的人一样，只会让我觉得虚伪、恶心。